大家好，我是队长 Will。 讲到红叶，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想起大棠的红叶啦。但是其实除了大棠之外，在乌蛟藤还有一棵很大的枫树，每到入冬的时间，红叶都非常之靓的。今天就会入去看看这一棵这么靓的红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就会走一条轻松的郊游路线，沿着这个苗山古道走出去这个三亚涌，看看这个红石海岸和这个红树林。入这个乌蛟藤的方法很简单，在这个大埔火车站搭这个20号 R 的小巴去到总站落车。落了车之后，我就沿着车尾方向走10-20步，在左手边就会见到这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就是通回去乌蛟藤村的。这个温馨提示大家，记得出发之前plan一plan自己预计的回程时间。由于行一的小巴班次非常之疏，有时成个半钟头一班车的，所以大家最好plan好时间。例如我今次11:03入到嚟呢个乌蛟藤，我就预咗搭翻2:03个班车走。如果2:03个班车我走唔到咧，就要去到3:09噶啦。3:09走都唔紧要啊，最怕系2:45嚟到班车又走咗，要企个几钟头咧，喺度喂蚊都几惨。所以最好出发之前咧，预计清楚咧，大概会喺呢个乌蛟藤逗留几耐，搭准咗班次咧，咁就唔会浪费时间啦。不过当然也不要遇到这么晚，因为始终这期都是红叶当旺的时间，有时去到小巴站可能都很多人在排队。很多人都知道乌蛟藤有棵很大很漂亮的红叶，但实际位置在哪里又不多清楚。其实乌蛟藤都挺大下的，落车的时间已经遇到有朋友问路，究竟棵红叶在哪个位置。其实沿着画面这条去九淡洲的路，大概行6-7米距离，10-20分钟到就会到达了。当然来到这个红叶季节，难免大家都会一窝蜂地走来看红叶的了。人山人海，大家在研究怎样拿角度，怎样打张靓卡呢，就一定在所难免的了。现场看的感觉呢，一定不会觉得很清幽的了。反而回到来一路剪片，一路看现场的画面，配一首轻松的音乐呢，才会觉得一个平静的感觉。今次去这个乌蛟藤影相，其实我都拖了很多日，一直都很希望等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才过来影红叶，但是始终天气都不似预期，等了很多日，其实天色都是灰灰蒙蒙，那都没办法啦。看回天气报告之后，几日的天气都是这么上下，世事都很难尽如人意的了。反正今天有些少时间，就过来看看这里的红叶啦。乌蛟藤呢就成日都到的了，亦都知道呢在冬天的时间呢，这里有棵红叶呢就非常之靓的。但是呢从来都没有试过刻意去找这个红叶来影相打卡。今次呢就是第一次来拜访这一棵的红叶。坦白讲呢，远处望见的时候呢，的而且确是觉得挺震撼的，好大棵好红。行到入去树的底部才发觉呢，其实有好多的叶呢都仲是未转红的。抬头一望呢，好多的叶呢都是只是微微泛黄当中，我相信去到圣诞的时间应该就是最漂亮的时候。其实当我在路口远处见到这棵红叶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一棵很大的圣诞树。今个圣诞节就不可以约埋成班朋友出来开下 party 庆祝圣诞节了，换个方式走出来郊外吸收下新鲜的空气，看看这棵这么大棵的圣诞树，都是一个另外的好选择来的。唔觉唔觉喺呢棵红叶逗留咗差不多成30分钟嘅时间，咁都系时候差唔多要离开啦。正如头先话斋啦，如果净系想睇红叶嘅，夹啱小巴时间咧，就搭翻小巴走啦。咁如果好似我咁想轻轻松松行下山嘅话咧，我就会沿住呢一个嘅苗山古道向呢个三亚村方向进发。由乌蛟藤去到呢个三亚村睇下呢个红石海岸之后，再出翻嚟一个 round 咧，大概系10公里到嘅距离啦。呢条10公里嘅路线咧，绝对系一条 CP 值相当高嘅初级郊游路线嚟噶啦。如果你话好似依家冬天咁入去行，仲有红叶睇咧，应该算得上一条冇得输嘅路线嚟噶啦。好啦，大概行咗2-3公里到距离咧，嚟到上下苗田嘅位置啦。呢段系叫上苗田，之后一段叫下苗田。
呢段嘅溪涧流水咧，非常之靓嘅。其实如果有啲阳光喺啲树罅之间渗入嚟咧，就更加之正。可惜今日就冇乜阳光。呢段几靓嘅位置咧，就系下苗田嘅位置附近啦。沿住下苗田呢条山路咧，其实左手边咧都有条小溪涧。咁啊，阴阴沉沉嘅眼睇咧就冇乜特别，都系头先嗰句啦。如果啲阳光打落嚟嘅时间咧，识得拣个位咧，其实都有啲打卡位嘅呢个位置。例如呢个石镇过河嘅位置咧，已经系一个好靓嘅打卡位嚟噶啦。再行前少少，有见一条石桥。其实咧，望不远嘅石桥嘅左手边咧，呢度咧有一个几靓嘅打卡位置嚟嘅。见到啲一层层好得意嘅岩石，平时行山咧就好少会拱入嚟噶啦。今日就即管入去望一望啦。好啦，嚟完呢个嘅打卡位置之后咧，继续向呢个三马村方向走啦。好啦，再行前少少咧，去翻呢条石涧比较开扬啲嘅位置，亦都多人会喺度逗留休息下嘅位置，苗三石涧。咁啊，今日咧应该冇乜人啦，个个都匿晒睇红叶。咁我哋落去望一望啦，都。呢一小段嘅苗三石涧开扬嘅位置咧，其实好靓嘅。好，跳过去。我哋就唔落到底啦，再落去都应该仲有啲位置可以行下嘅。呢一个位置咧就最多人喺度逗留嘅位置嚟噶啦。咁咧，如果大家加些少想象力咧，唔知道大家见唔见到啦？呢、这个湖月咧，呈现到心形嘅效果咧，呢、这个角度似啲喎。呢、这个又系一个打卡位置嚟嘅。天气冻就唔会玩水啦，天气热嘅时候，呢、这个位置都可能会有人落去浸下水嘅。诶，咁我睇完个心形位置之后，就上翻去啦。虽然话啲果皮系会喺大自然度自然分解嘅。但是都有外观接，亦都或多或少是影响了这个咁靓的环境。大家嚟郊游的时间咧，要学懂一样嘢叫做无痕郊游。无痕的意思就是你嚟咗等于冇嚟过，唔留低任何的足迹，唔留低任何的破坏性。做到呢一点咧，先是一个精明的郊游者。呢一段仔的小竹林都不错啊，可以影下相，打下卡。一路行嘅时候咧，一谂起有啲朋友就会问咧：呢条路线大概行几耐时间啊？咁其实先落小巴都讲咗啦，我11:30落车，预计3:00唔够，2:30到就走，即系逗留3个钟头。咁啊，由于条路咧我都行咗好多次，所以有啲位其实我都会跑住去，未必逗留太耐。咁但系赶唔切嘅话，咪3:09咯。咁但系譬如其他朋友嚟行嘅时间咧，我就建议预松用啲时间啦，可能5个钟半日到时间，咁轻轻松松慢慢郊游。捕捉红叶，影下相，去啲打卡位揾下地方影相。有阵时好多打卡位咧，都系自己探索出嚟嘅，唔系人哋话边度你就好刻意咁去揾，揾餐懵，然后发觉又觉得系一般，自己慢慢探索下周围嘅靓风景啦。去到三马村度食些小嘢，睇下个海景，然后再慢慢行翻出嚟，咁先系郊游玩乐嘅心态啊嘛。即如果你遇得太过敏嘅时间，赶头赶命咁，到时又要催住老婆走，个仔企多阵又喝住佢话要走啦，赶车啦，咁嘅意思咧就大晒风景噶啦。咁啊，出得嚟郊游，要松动啲时间，调节好自己嘅心情，咁先要玩得开心噶嘛。其实呢一段嘅竹林咧已经相当之唔错啦。我觉得咧，放啱一啲位置咧，勉强啦。勉强拍得住呢个源泉古洞超大小段，见到呢个咁靓嘅休憩亭咧，距离呢个嘅三马村方向咧近咗好多啦，应该我谂行多10多分钟都应该会到。
好啦，又见到个告示牌，到达咗三亚涌嘅位置，开始会见到有啲咧红石嘅情况出现。呢度附近有个好出名嘅地方叫红石门，嗰度咧好靓。不过咧，如果你度行过去咧，都大概都仲要行多，我谂我估四公里度啦，冇正式度过。咁啊，啲路况比较难行。咁啊，就算行到出去咧，喺呢度感受下啲红石咧，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。呢、这个位置咧，其实已经到达咗红树林嘅区域啊。这个位置如果系水涨嘅话咧，其实系应该会浸住咗出边呢度嘅石滩嘅位置嘅。头先戆居咗，其实我可以抄捷径，唔兜呢个 round 喺嗰边呢个位置咁行过嚟就 OK。水退嘅关系，我哋直接铲落呢个红树林嘅位置啦。出边呢个位咧已经系最靓嘅海岸边打卡位置之一，望翻真系好平静。呢一段路咧，我自己觉得好靓，感觉又好似好崎岖咁，实际又冇乜难度啊。侧边又整条粗粗嘅绳俾你喺度扮下嘢喎。影下相打下卡啊，相当之唔错。呢个红树林地貌区咧，都好多人喺度休息紧啊。咁我哋都唔喺度停留太耐啦。由呢个乌蛟藤交流径入到呢个位置，大概行咗5公里度啦。前些少你有需要咧，有间士多可以补给一下嘅。我所讲间士多咧，就喺我哋嘅左手边啊。呢个小湖嘅对面咧，就系嗰间福利士多。我哋会继续向前行嘅，其实右手边呢位都已经好鬼开扬啦。望翻出嚟嗰个咧，就系印洲塘海岸一个360度，再望翻转头福利士多嘅背脊后面呢个山峰咧，就系吊灯笼啦。咁啊，呢个位置睇都几尖几直下嘅。好啦，一直前行咧，见到个黄色栏杆，左手边咧入翻三亚村，即系士多边嘅方向。右手边其实可以跨翻出去码头嗰边嘅，都系一个小圈嚟嘅啫。呢边写住啦，三亚村呢度环境咧相当之靓。呢条有一条咧 CP 值相当之高嘅初级郊游路线嚟，结合埋有棵红叶嘅季节咧，又系冇得输。前面呢个红树林，再加埋背后呢一个吊灯笼嘅景色咧，相当之唔错。唯一可惜嘅地方咧就系今日真系冇太阳，行啊行得舒服啊，但系影相咧就完全系两回事嚟嘅。咁啊，睇下啦，圣诞期间有假期嘅，都值得再嚟逛下嘅。一路行一路睇下表嘢，大概几点钟嘅时间啦？依家大概系1:05。如果要讲2:03个班车咧，即系得10个字时间，10个字咧就有4公里要处理。咁我决定就行前些少，除翻件风褛，咁啊慢慢跑翻出嚟啦，费事再等多个几钟头。好啦，整理好装备之后，除晒啲风褛，放好相机之后，依家系1:30，仲有45分钟，4至5公里到。大家估下我究竟可唔可以赶得切呢个2:03嗰班嘅小巴呢？赶唔切咧，就要企1.3小时喺度喂蚊。依家我哋就会沿住呢条丽山古道，就跑翻出去乌蛟藤，先就会经过翻一个分叉位啦，即系头先我讲梅花桩嘅位置。然后之后整条路咧就会经翻住九啖洲出翻去乌蛟藤噶啦，全长啊5公里到啦，45分钟要处理一啲唔太大上落嘅山路，5公里到嘅距离咧，其实应该都冇乜问题。最大问题咧就系惊俾沿途啲风景吸引住，要停低落嚟影下相，呢个先系关键位。嚟到呢个转弯位置咧，会见到啦。右手边呢条咧就系上去吊灯笼嘅东脊，咁啊上吊灯笼都有啲难度嘅。呢条路落山咧个风景都相当唔错嘅，有兴趣睇翻之前我拍过嘅吊灯笼嘅片啦。呢段苗山古道咧都有啲破落嘅村屋古迹喎，呢个应该系磨米用嘅磨豆浆用嘅嘢啦，有间破屋喺度，前面都仲有嘅。呢度可能曾经都有几户人家喺度住。前面啲小捷径嘅，不过俾人拦住晒，此路不通。其实系 shortcut 嚟嘅。
咁啊，我哋都唔行 shortcut 啦，虽然赶时间，行翻正头正路啦。一路行咧，一路发现地上面咧，其实都好多干咗嘅枫叶，即系话抬头一望咧，呢度都应该有啲细细棵嘅枫树，例如好似前面呢棵黄黄地嘅，咁当然就唔够乌蛟藤个棵咁震撼啦，同埋依家都冇啲阳光射落去啦，拍出嚟都系灰灰蒙蒙噶啦。呢度跑住嘅时间咧，又讲讲呢两条路嘅分别啦。依家我跑翻出去呢条咧。叫做麗山古道，入嚟一条叫苗山古道，其实两条都不太难的，如果你真的要计较的话，下面那条苗山古道会易些少，上落的都没那么大的。咁啊，因应个人喜好而做决定啦，我就尽量不走回头路的，所以每一次都是一条去一条回的。如果你说喂，我不想那么辛苦，有最易揀最易的，那就行下面那条苗山古道已经 OK 了。但如果你要上吊灯笼呢，就要行这一条了。好啦，忍唔住要停慢脚步啦。点解呢？左手边嘅树林里面咧，见到有两棵都几靓嘅红叶嘅树啦，唔知咩树啊，睇唔到。头先下边嘅方向望上已经见到噶啦，呢位更加正。好啦，嚟翻呢个微微向下有几级楼梯嘅位置咧，我哋已经到翻个梅花桩嘅位啦，即系接翻上呢个苗山古道嘅末端位置。咁之后大概就一公里到咧，就出翻乌蛟藤。过完个梅花桩嘅位置大概就一公里松啲啦，就系翻小巴站。依家距离下班车嘅时间咧，就仲有15分钟到啊。原则上都应该 OK 嘅，希望班车准时啦。好，大概系14:07嘅时间咧，嚟翻嗰棵九啖蕉嘅红叶位置啦。的确是很漂亮的，很震撼这个位置，但其实就只有这一棵而已，或者这样说一大棵，其他旁边的小小棵。再次来到这个红叶的位置，就跟它 say 个 goodbye 了，跟着就沿着这一条的靓路走出去乌蛟藤的小巴站搭车走，轻轻松松就结束今日10公里岛的红叶之旅。都是那句啦，山长水远入到来就无谓只看棵红叶，找些山路走下，做下运动都是好的。唔行唔知身体好，呢条10公里嘅路线咧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处理得到噶啦，快与慢嘅问题嘅啫，慢慢行，欣赏下风景咧，冇问题嘅。希望大家会中意一条路线嘅分享啦。如果中意我短片嘅话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同埋将我嘅短片 share 俾有兴趣行山郊游嘅朋友。记得订阅咗之后，将我铃声设定为全部，咁每当我上片嘅时候咧，可以大家一齐同步分享啦。最后多谢大家收睇，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